好啦，第二集做到 part two， 第二集做 part two， 上一期又讲咗 mask， 咁呢轮自不然系佢嘅好拍档 Snow Girl， 你睇下佢入边先。Snow Girl， 好多人都对佢恨多过爱嘅。咁Snow Girl 因為好多人覺得佢做好阻笛，又好似冇乜肉，唔好睇小佢啊！又用起嚟，你真係好感激佢嘅存在嘅。嗱 ，Snow Girl 咧，通常咧就會喺我哋嘅 mask 嘅左手邊啦。咁喺咩時候佢最顯示佢嘅用處呢？就係、是、當你喺浮面嘅時候，發覺大風大浪呢、這個時候呢 ，Snow Girl 就好重要。你飲唔飲水就睇佢啦。講住咁多先。